2022最新八大人气行李箱品牌推荐挑选行李箱时，除了从偏好的外形注眼外，产品所用的材质、容量、收纳设计等也都会影响到行李箱的好用程度。而随着制作技术的进步，各大行李箱品牌皆持续推出提升使用便利性的功能，像是过海关时能防止被破坏的 TSA 密码锁，推行移动时更加自在省力的360度旋转滚轮等，几乎都成了行李箱的必备条件。那么各品牌间的差异究竟在哪呢？举凡使用铝镁合金作为主要材质的 Remola with Style 设计成特殊外形不怕碰撞的 Crash Baggage 和以日系简洁风格为主的无印良品 Legend Walker 都囊括其中，欢迎各位纳入购买时的考量，进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款式。一 Remote Original Check-in 行李箱界的顶级名牌。二 Samsonite Extra 四轮行李箱扩展设计灵活收纳。三 Eminent Delfred 前开式商务箱前方可开合，取物更便利。四 Desano 迪森诺光灿魔力 II 系列拉件行李箱，饱满色泽，吸引目光。五 LOJE-LVOJA 框架，拉杆箱多重防护更安心。六 Crown 皇冠镜面拉件拉杆箱，耐刮耐撞的轻巧登机箱。七 MUJI 无印良品四轮硬壳指滑拉杆箱，提供多种尺寸选择。八Crash Baggage Icon 前卫辨识系列行李箱，让人印象深刻的趣味造型。